你正在直播，哎、欸、有哎、欸，一个人，才中喊你加入，直播中。有了，啊，今嘛是有直播啊，无直播呢？我有人加开我始了吗？按哪拢无人是爱心？哎、欸，为什么 FB 都没了有啊，这里有收到 FB，IG 有人哦，IG 有哦，IG 有，IG 有85个人，IG 较紧哦。嗨，IG 说打招呼。晚安。嗨。空，皆さん、こんばんは。Good evening。没声音。啊？没声音。Oh shit！ 我的手机啊。啊，叮来叮来叮来呀、啊、！IG 重来 ，IG 重来 ，IG 重来 ，IG 重来哦。哎、欸，高赞高赞，染头发对，有人发现 Kevin 蔡，有人说二伯不用早点睡吗？高点播，九点半不要闹，现在才九点半，有听到声音吗？都有听到声音哦。你可以增加。那 IG 的朋友还没进来呢哈，那我们再换一，等一下、啊，换一只手机啦，换一只手机，那我还来哦，我还。我换手机，哎、欸，手忙脚乱了、啊，不好意思啊。啊，瓜吉嘛，你开直播哦。哎、欸，为什么？哦，完蛋了，我觉得阿嘎变胖。你才变胖，你全家都变胖啊！啊，那有无？这样有下巴了嘞。哎、欸，不知道怎么。下巴了啊、哦、？OK，OK，OK，OK。原来是二伯五星的部分啊！哦。好烂、哦。OK，OK，OK，OK。Okay, okay, 哦。二伯超级可爱的，谢谢谢谢谢谢。OK OK， 今天是二伯跟蔡阿嘎讲故事的时间。对，我们故意要跟瓜吉对打，瓜吉吃大便。500多个人呢、欸。500多了。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蔡阿嘎变大只了，耶、yeah, ！大只。是说你变胖？不是，是短鸡。不是说你变胖。你看我们这样就有尖下巴了。这样有吗？林柚子说：“蔡阿嘎有双下巴，你才有双下巴啦！我有大懒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欸、这直播出去就没得网，出去就出去了呢哈。对 ，IG 是 Uber 啦，当然我们 IG 等一下哦，等一下 IG 的朋友啦哈 ，IG 的 Kom Minasan Kom Baba IG 哎、欸，来来来。”IG 有了，哎，我那边有，你有吧，有吧。那边有。阿嘎好帅，谢谢。是的、嗯，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你又不是乐团的。我是乐团的。不是啊，你高中的时候你没有故事可以讲。前翻前几天大家都在聊，大家玩乐，小时候玩乐团。啊，你又没有？没有，就我都玩女人。高中就玩女人，原来如此，欸、很忙呢、欸，很忙很忙，没有时间玩乐团、喔，时间玩乐团，大家都在聊乐团，我到底要聊什么嘞？奇怪，欸、我们跟瓜吉对打呢，那怎么办？都没有人来看，有了 ，IG 吗？有吗？有了有了吗？嗨 ，IG 的大家，那我可以来看，有人了吗？大家都进来了，哟呼，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大家都进来了呢哦，来来来，啊，大家都进来了哈，耶、yeah, ，这样都看得到大家留言了，碎碎碎碎碎，碎碎碎，好了，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高中玩音乐的故事。你有什么故事啊？你有参加什么歌唱比赛，对不对？我有参加歌唱比赛，有得名吗？我忘了。是不是以前也是喜欢唱歌啦？嗯，对啊，那个前几天那个浩浩有高中有玩，嗯，哦啊，这里阿杰嘛玩，嗯，马叔叔不用说 ，Pro 哎、欸，嗯，是不是都有玩？但是呢，我没有玩，没有乐团。你知道嘉义那种乡下地方哪有什么乐团？也是，跟嘉义辅仁中学。有没有辅仁中学？以前有乐音社吗？没有，没有乐音社啊，没有什么音乐社、吉他、康复社啊。没有、啊。我以前是社长。嗯。哦，高中是社长哦。Come on， 我高中是社长，大家猜猜看，我是什么社长？超白痴的。环保义工社。真的，
资源回收的时候都要去找他。高中资源中午不是要资源回收吗？就压铝罐啊，然后在那边压纸箱啊，嘿，环保义工社社长就是我，对，厉害了吧？嗯，你那时候是为了每学期可以寄两只小公，就这样，因为你太多小过了嘛，所以要抵消一下，要消一下。欸，有人发现我们衣服是 stereo，嗯，是啦，这是记得五月天的嘛，嗯，因为我们七月半嘛，对啊，想说我们没有先衣服，有什么关系？先穿他们的啦，啊，姑且穿他们的一下，这样，嗯，哦 ，OK， 所以我高中也是社长，也是有在玩乐，有在玩社团。社团吗？环保义工社。那，啊，我以前中午都要去到垃圾就可以看他，是不是？哎，欸，以前这个李贝就是，中午的时候故意不睡觉，嗯，要去做资源回收，嗯，要偷看我这个学长。啊，学长好帅，学长好帅啊！只是中午不想睡觉，不是？哦，他那边压铁罐，超帅的。压铁罐。没有 OK OK， 什么压铁罐超帅的 OK OK， 原来是压铁罐偷看学长的部分啊OK OK， 哎，欸，有人说你是不是水肿啊？有人说我今天是不是水肿？你才水肿啦，啊，我每天都把水肿，是胖不是水肿？对呀，啊，OK OK， 可以给二伯比较大的画面吗？啊，好嘞，没有，他脸比较大，没办法，这样一样大了吗？应该有一样大了，这样。对，但我高中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嗯，以前嘉义有没有嘉义人？嘉义人应该都有听 FM 93.3，是什么？云嘉广播电台，哦，有没有？基本上刚好人在听电台。我们参加过电台的，我参加过电台的一类歌唱比赛。嗯，还有那个周冠军、月冠军，然后季冠军，我打进去过月冠军哦，我是月冠军。嗯，我第一首歌我记得是唱。哎，厉害啦，宪哥！他什么东西？哎，宪哥，宪哥的你比从前快乐。哦。哎，我打进去月冠军。啊，再来嘞。然后再来就被刷掉了。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再就被刷掉了哦。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举办那个歌唱比赛。啊，学校的你有参加？学校的也有啊。嗯。对啊，学校是大学。大学我们系上都有社工之夜，有卡拉 OK 之夜，我拿了四个奖杯，每一年，第一名嘛，一年都四个，我第一年最佳人气奖，那是因为不知道颁什么，只好颁人气奖给你，人气 OK 嘛，对不？ Oh. 没有那种学长学历字太重，你知道吗？嗯，然后这种一二三名就是大四、大三、大二这样。没事嘛，那你到大四有拿的第一名？没有，后来就很厉害，我就参加团体组的，跟我朋友参加团体组，嗯，所以我连续三年拿了团体的奖杯，嗯，最佳团体奖，厉害哦，就是靠别人，哎，就靠别人，靠你自己没办法。对啊，所以我大学也是有拿过四个，嗯，哎呀，没什么骄傲。哎，有人说是七月半，结果我也出现。哦，对啊，七月半出现，今。上个月都是你是主角嘛？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你主角啊，打刚刚李阿姨的李贝。哎，我怎么看不太到 FB 的留言？啊，污染，有，对。然后大学，叔叔说秀一段，秀一段 OK 的，我们麦克风准备好了。刚刚已经练习很久了，麦克风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们 Q 而已啊。谢谢马叔叔。因为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啊，我大概已经分享完了，对，已经分享完了，对，最佳团体奖的部分，对，然后没什么可以好分享的，所以等下大家来点播好了，看谁要有没有点播给谁，然后想讲什么话，唱什么歌，好不好？就这样。有人说李贝是不是乐团的总经理？经理，对啊，对啊，蔡哥说我是球经。对那个球队的经理叫球精嘛，嗯，所以乐队的经理叫乐精啊，对，好烦哦。OK OK，啊，原来是乐精的部分啊。OK OK， 哎，欸，李贝是我们七月班的乐精的部分啊，乐精乐精，对，一个月只来这一次啦啊，一个月来一次的乐精的部分。OK OK， 好，很烦很烦。班神头，什么东西啊？班神头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我哎、欸，红龙红的班 center 啊，有人说飘向北方，飘向北方哦，哎、欸，那个太新的不会，啊，虾仁炒饭，虾仁炒饭 OK， 哎、欸，有人说这个我跟馆长对打的感觉怎么样？嗯，对，前两天去跟馆长 PK 了一下，嗯，对 ，OK 啦，你还好啊，他那种，了你看我活着好好的回来了。嗯、对，我们有个新单元，去到处挑战名人。我前天去挑战了馆长，那花拳绣腿，重看不重用。哎、欸，我差点帮你叫救护车，好不好？救护车，我差点太他就跟他们抬出去。我跟你讲，是吗？对啊，叫馆长来，赶快看节目，等大家。哎、欸、妈的！就这么大只，重看不重用嘛？大家之后看影片就知道，应该。哎、欸，大家赶快把这段录起来。不用了。花拳绣腿，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欸、我家国术馆，大家知道我家是开国术馆的吗？不要开玩笑了。对，等一下可以来这个哦，线上现在 FB 700多人 ，IG 200多人了、嗯、哦，破千了，破千了，恭喜恭喜！对不对？破千这个，在看你冷笑话，有1000人会去跟馆长告状了你完蛋了你。哦。有人说想听阿嘎二伯的定情歌曲，你还记得？定情歌曲哦，嗯，你那时候说结婚的时候要唱给我听，我说结婚要唱给你听，很小的时候，很你说我们还在高中谈恋爱的时候说，对对对，如果我们结婚，我要唱给你听，对对对对对，你还记得？哎呀哎呀，厉害啦！哎呀，有这首歌是不是？哎呀，厉害，有这首歌哦。哎呀，赶快想哦！哎呦，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歌？什么什么？我们讲那歌手好了，我讲我们讲歌手，一起讲看对不对啊？好，一二三，王力宏，是不是王力宏？对对对，王力宏的歌，对对，大家知道王力宏吗？现在小朋友们知道王力宏的歌吗？知道啦，知道了哈。飘向北方不就他唱的吗？啊，对呢哈，飘向北，我一直以为是邓紫棋嘞，后来在听邓紫棋的版本，嗯、哦，对啦，王力宏，对，那首歌应该是《爱的就是你》，对吧？对，哎、欸，有人说唯一，猜错了，不是唯一，嗯，是《爱的就是你》，不是 Only 有的歌啦，Only 有的歌 ，Only 有，我们听啊，我们听，我们听，有人说我这个发型有点像罗志祥。但我觉得有点像 Only 哦，你终于发现了，哎呦不错，等一下不然等一下来回味一下好了，回味一下我跟李北的定情歌曲，哎呦不错、哦，那你是不是要连 WiFi？ 喂喂喂，哎，安尼听有无？有 echo 的呢，有 echo 的。电里面妈妈上插到有几段？有三段，我回答你有。有人问我说怀孕会不会很怕胖？你看她这样子很胖吗？很胖啊，很胖吗？还好啦，还好啦。听说怀孕会胖个15公斤左右是正常的。没有15啦，12 8到10，八到十而已哦、喔，还好吧？啊，你已经胖了20了呢、欸，那你不要再吃了，我跟你讲。好烦哦、喔。大概胖8到10啊、喔，好，我们就看我们李杯原本是45左右，46，所以十公斤是可以的吗？可以啦。那個、大家都知道我大头佛65都没再讲了，大头佛65都不在讲啊，对不？哎、欸，你开机一下，我要连麦。对，看你背到最后会不会超过十公斤啊？是55。55。我们最后再来要生的时候再来量看，会不会超过56？而且人家说这个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嘛，嗯啊，女生胸部成长有2次，什么时候？第一次青春期嘛，第二次就怀孕了，靠怀孕了好不好？好，我们打算每个月就量一次那个罩杯，然后应该没有用吧？然后看十个月后是不是真的一米大一寸，一个月大一个 cup 杯。嗯，听说一个月长一个 cup 哦。没有这样啊。A 有 A cup， 那就 A 到 F， A, B, C, 这样不是很可怕吗？我到 F 嘞，哦，没有嘞。我有个自习，自习哦。哦，原来是 F 罩杯的部分会窒息 ，OK OK， 没人理你。窒息的部分，哦。有人说为什么是李杯怀孕，为什么阿嘎跟着胖？谁跟着胖啊？谁跟着胖？是原本就胖。
没有，怀孕之后家人啊朋友都会喂食，哎，假肥料啊，就帮忙吃啊。我现在非常担心坐月子，你怎么办？对啊，坐月子的时候更撸爆嘞，麻油鸡、麻油腰子，哦，不得了，你喜欢吃吗？啊，喜欢喜欢，蛮喜欢的其实。没关系啊，主唱都会变胖嘛，越来越胖嘛。你在说谁？我没有说谁，没礼貌哎、欸，没礼貌。搞不好那个主唱大人在唱，在看哦。哎，阿信，我是七月半的主唱。你不要再幻想，整整大你两个半月，叫学长。喂、欸，有人说我们有像夫妻脸呢、欸。最近一直很多人说这很困扰、欸，谁困扰？我很困扰啊、欸。有人说大头佛也怀孕了、哦，没有，大头佛没有怀孕的、啊，没有，他就是体型原本就像怀孕的样子。你干嘛这样偷讲人家坏话？觉得阿嘎变胖的加一，没有人会加一，没有人会理你的林柚子，没有人会理你的。那个嘞，希望宝宝像谁？希望宝宝像谁啊？我觉得像。各一半一半，比如说眼睛像我，然后嘴巴像他，怎么样？然后鼻子，我们的鼻子都不太挺，无所谓，算了，像谁都没关系。我觉得小朋友眼睛大应该就很可爱了，眼睛大就可爱。我连线不到哎、欸。哦，有啦，早就连上了啦。没有，要写未连线、啊。未连线哦，啊，不过用手机啊啦。拿了点有没有人要点播？我们可以边聊边唱。有人问说，阿嬷知道要这阿祖的时候什么反应？其实我有偷拍，但我觉得那个但没有拍到，所以后来就没有放。嗯、阿嬷，我敢问阿嬷说，哎、欸，阿嬷你要这阿祖啊？你要当阿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妈啦，我别讲啦，大家都给我骗。他从一结婚就开始跟阿妈乱讲，我妈根本就不相信啊，那根本就不相信。对啊，对我们，我那好说歹说讲了大概半小时之后，他才相信。好啦好啦好啦，真的有，真的有，超音波都给他看哦，他还觉得我是 Google 的，上网下载，哎，上网 Google 超音波就很多图嘛，他以为我骗他了，哎，帮了肯定就嘴里买高频，对，后来他终于相信了，对，所以他一开始还不相信哎，对啊，对对对。嗨，点播。你刚刚说要唱，还没唱哎、欸，搞到半天。哦，爱的就是你，好来，你有念起来不会？啊，不念起，你不要唱啦，念、欸、一个，念一个。哎，紧、欸、的处理一个，处理一个。欸、哦，这个主唱也只有麦克风而已啦。哎、欸，如果女的像嘎哥，那二伯会有什么感想？如果我们的女儿生了女儿，她要像我，很漂亮啊。OK 啊，漂亮啊，就很像我妹啊。大家有看我妹吗？我堂妹，对，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蔡雅嘎，然后堂妹就是我，就是很像我啊，嗯，就是长那个样子。哈哈。等一下，我们来唱一下那个定情歌曲好了啦。嗯。好不好，来唱一个啊，爱的就是你。哇，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点播。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黄心怡点播吧。这好好哇、哦，你也年纪不小，老大不小哦。哎、欸，大家不要点太新的歌，像这种 OK、欸。很久没有去 KTV 唱歌，也、嗯、新歌排行榜大概五页全部都不会唱。五月天可以，五月天可以、欸。有人问我的老家是嘉义还是布袋？哎、欸，是东石。嗯。嘉义还是布袋一样嘛，嘉义县布袋嘛。安文刀是老家是嘉义县的东石，鹅矮，鹅矮。我阿妈一直在破鹅矮，那 后来才搬到嘉义市，然后开国术馆。对，我家国术馆是阿祖就开始了，我阿祖，然后阿公，然后到我爸爸、我叔叔这一代，三代啦，厉害了。然后到我这一代就断掉了，哎、欸，我们家还叫四传。就世代传承，那个世代传承叫世传嘛，然后就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然后就到我这一代，哇，王八蛋，欸、去当什么网络红人就断掉了。有人点张卫健信徒，是哦，是哦，不错，龙狼，龙狼有练过，哦，有人问我说，有没有吃过喷水鸡肉饭？有啊，家里人就是要吃喷水鸡肉饭啊。
超好吃的，每天吃哈，外地人去嘉义哦，尽量吃，就是吃喷水鸡肉饭就对了，超好吃的。卖那个小孩，卖那个小孩，有连上了吗？好像有。再来这一首王力宏是不是？很久没唱了，我刚才没有练习呢。他刚刚一直在那边练。有人知道我家是哪家四川？有人说加油站对面的那家四川吗？对对对，五峰南路那一个。是哦。有人说嘎妹很漂亮，真的假的啦？刷冰进行曲，什么东西？红豆，红豆，短发，一刀。有人点刷冰进行曲，好怀念哦。环过几次岛？环过五六次有了哦，五六次有。最近还会想要再继续再环一下。我也去吗？对，开车。我们这次想要挑战我们不是有个系列是24小时吗？马叔叔在现场吗？马叔叔，我们的24小时，不想理你。马叔叔，我们24小时还要继续哦，好不好？我们会有第二集、第三集哦，好不好？有嘞，喂喂喂，有嘞，这首歌算是我们的定情曲。如果刚进来的朋友不知道的话。当年就是靠这首歌把到李贝的，每次跟他约会就是约 KTV， 然后一直唱歌给我听。对，一直唱歌给他听，因为我也没有其他专长，说脸也没有脸，说打球也不太会打球，对，唯一的唱歌了，唯一才华应该就是唱歌。小带来这一首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听得到吗？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Woo!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现场朋友手举起来，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有人说好听好听。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大家听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这个画面关掉，然后眼睛闭起来会比较好听一点。对对对。因为这个声音跟脸都搭不上。不错不错哦。这样听得清楚吗？蔡哥说今天会上首播单曲吗？双头龙吗？对啊，我们首支单曲真的是双头龙。昨天认真吗？昨天蔡那个马叔叔破梗了。快使用双头龙，呵呵哈嘿。快使用双头龙，会不会被检举啊？直播可以检举吗？直播会被检举吗？不会吧。有人想听二伯唱。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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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我真的是不想嘴啊，好不好？如果二伯会唱，早就跟他合唱了。对，你看嘟嘟吧，那个圣洁只会唱啊，嘟嘟会唱啊，所以他们就合唱。如果他会唱，我们早就合唱了，好不好？先不要，先不要。OK， 好。OK OK， 原来是二伯音痴的部分啊。OK OK， 好烦哦。但其实我有一首歌李贝有唱哦。哦，一句啊。一句，我那条我们结婚的时候那首从今以后，他有唱了一句早安。然后副歌中间他其实有合着唱，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从今以后那一首李贝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就是他。哦，录那一段哦，哦那个混音师哦，为了调那个 pitch 啦哦。调那个 key 哦，整整调了三天三夜，好烦哦！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很可怜呢哦。蔡哥说：“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好
再来，哎、欸，马叔叔为什么把自己置顶？你什么烂留言？我取消你置顶。你插滴滴滴，他妈就想置顶，我取消你置顶。你刚刚在呼叫马叔叔那个24小时的时候，马叔叔又来了、点点点点点点点。有人问铺子的四传跟嘉义四传没有关系？有关系。哎、欸，嘉义四传阮阿公，啊，我铺子的四传是阮阿公的弟弟，阮叔公。那现在是我堂叔。堂叔即公已经当天使了，感恩阿公当天使、哦、去 天堂爬名啊，还有你爸，对对，还有我爸，我爸哦，三个拢在爬名啊，哦，真爽啊，每年都烧一些那个扣子，烧个粮粒给他们去花花啊，开跑车啊，在这个阳在阳间这个开不起，去天堂开。哦，有人点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欸：“哇，张伟宏，天哪、啊，哇塞，哎、欸，点一下，点一下，哎、欸，好怀念哦，好怀念，哎、欸，这密码偌济啊？走啊，密码偌济？啥密码？0503哦，大家都知道你了啦，不用，钟汉，钟汉在后面，钟汉跟他女朋友在后面，对啊，钟汉那个女朋友在后面。”零五哎，别亏啦，别用哎、欸、，iPhone 不会用啦。我帮你，我帮你。烦了。也不错哦，不然我们来唱什么？唱歌《那女孩对我说》好了。大家知道黄义达这个人吗？黄义达，我知道啊。他就长得很清秀，然后声音很。那女孩对我说。哎、欸，是说你很久没有一个单元，就是那个。卡拉 OK 的点唱点唱秀，很多人在问、欸、很多没有很久没的光当一个，有人问钟汉年终领多少？24个月啊，啊一个月就500块嘛，月薪500，所以20个月就10000块，哎、欸，10000块打发他，10000块打发他，风云变色，哎、欸，今天是老歌对不对？风云变色，男版孙燕姿，对对对对对，黄义达是男版孙燕姿。啊，不然唱个黄义达。我不知道怎么播。有有有。但我不会播、欸，点进去。哇，那女孩对我说，那女孩对我说，说我让得她的梦，说这个世界。说什么？广告。哦，有广告，有广告，有广告。圆梦，还要点圆梦，康康的圆梦哦，太老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就留言说，比如说，欸、我想要给，我想要给谁，然后讲什么话，唱什么歌，好不好？我们今天就直播个8个小时，那直播到直播到明天大家上班上课刚刚好。哎、欸，这波歌词不想唱啦，啊，不爱唱，不爱唱啊，不录啦，不录啦，他没有歌词，我这首不太会唱。你好烦哦、喔。不录啦，不录啦。对，大家可以点播，看要给谁哦，这首歌，然后给谁啊？什么歌？哎，搞不好就点到你咯哦，哦，点到你等于是中头奖的感觉啦。蓝叶，有人点蓝叶，蓝叶是，你知道蓝叶吗？这个那个是那个伟林，伟林点蓝叶，夜夜陪着你的心压抑。别忘了孤独孤单的声音，直到你对他仅有的惋惜。别再为我的故事狼藉。蓝叶啊，你在场没人听过是不是？没有，一定有人听过蓝叶。夜夜陪着你的心压抑。啊干！好，都没给我装年轻。好烦哦。装年轻。有人说给文轩的小幸运。小幸运哦 ，OK 哦、嗯，文轩的小幸运，点男生的，男生的，哎 ，key 无讲啊 ，key 无讲啊 ，key 无讲啊，有人想听我们唱呢、啊？对，江德胜啊，江德胜的蓝叶，对啦对啦对啦哎，哎 ，NG 要拄到关二爷，要唱掉无啦？我不会啦。郑敬一，大家都很想听我们合唱啦，对。我们来唱一下啦！不要，我不要。我觉得今天一定要熬到李北唱一首歌才能结束这个直播啦。哎、欸，10点了，孕妇要睡觉。不，你不叫咋困啊？恩师要拄到关好爷，安排甲遐尼啊嘛，
我一个啦，哈哈哈，哈哈哈，好烦呐、啊！你懂，你是问我是错？哎、欸、哎、欸，你们说你讲话越来越像中年人。对啊，我中年人怎么样？我就快40岁了，怎么样？我都33了，好不好？来哦，有人这个陈品品点了一个徐乃麟的7533967。什么、啊？7533967，你的电话号码不能给我的没有。啊，不录了，不录了。什么东西呀、啊？75339067，你不知道？哪个哪个？我跟你讲，这个75339067好不好？我不录了，不录了，我生气不到你们了的。还要点什么？哎、啊，你就一直点，你就一直打歌名，我就一直唱，我就一直唱。我多多绿都回家吼什么？蔡哥在说什么？我多多绿，蔡哥你是在讲啥、啊？我多多绿都会给熬，听无啦。会呼吸的痛。会呼吸的痛。为了梁静。为了会呼吸的痛。在什么？啊。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的我的我的来回自由，偶尔不甘心回头，那得了什么回头，越痛越进来也很痛。你这歌词啊，你好烦哦。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0岁那年，哒哒哒哒。好了，没关系啊，你还是唱你的歌好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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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火柴天堂，每次点亮火柴微微光芒，看到雪，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要深呼吸。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火柴天堂，来随便点，随便唱。哦，陈小春的0932哎，0932噔噔噔，沙小三哦，这很老嘞，现在观众都点老歌呢哦。修比都华的世界末日，天会灰会不会？让我入睡呀，天会灰会不会？四步嘛，有谁的飞？好烦哦，还破龙？怎么都是老歌啦？因为你一直唱老歌 ，FB 都是老歌呢 ，IG 也是啊，还破龙？还破龙？哦，小杰点独家记忆给轩，小杰呢？哎、欸，黑丁弟弟呢？你弟耶、欸，哦，点给他马子呢、欸。对啊。哦，独家记忆、欸。独家记忆。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嘛。对对对。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怎样是？怎么点这首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他还是爱他就对了。你很讨厌你的女朋友吗？我没有、啊。你很讨厌萱萱吗？没有啊。不然还有什么？有什么挑拨离间？雪中红什么东西啊？有、欸、那个张玉伦问说有没有完整唱一首歌？哎、欸，没有啊，当然没有啊，完整唱一首歌。吴宗宪的笨小孩。哎呀，望着天空拜拜呀，别想不开，老天。只有安排，哎呀，见鬼啦！不错哦，这不是那个刘德华吗？他们合唱啦，跟小黑刘德华、哦，还有点刘德华的练习。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熟悉，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呼吸。哎、欸，很像哎、欸。不就很像吗？今天是模仿大赛，模仿大赛，还有什么 ？IG 这边有点什么？谁说不像？这边不像，谁说不像？分手肩舞吗？手肩舞舞花香哇，花香哇塞，花香是那个学雨天唱 Love Moon， 烂你啦，花香啦。哎、欸，他把你歌词都打出来了、欸。马叔叔在打什么啦？学雨天唱了。
What is your YouTuber you have now? Quân kia bé xoan chị à, quân cháu bó kia bé xoan chị à, quát hết nên là. Ai chú sư, lãng mô, ai bú chú sư, lãng mô. Đối với số, y bài cơ lý yêu, bài kê mi y cơ xào lô. Ừ thiên mà, ừ thiên gần bì.结合差不多。那雨天跟诸葛亮有什么差别？雨天跟诸葛亮差很多啦。大家都点一些老歌欸。你对啊，人越来越少。欸 ，IG 掉了呢 ，IG。不然我们来聊天，你不要再唱，你再唱下去就没人看。是因为唱歌，所以大家一直跳走，就对了。对啊，不想看了。啊，我们认真来唱歌啦，不要。没有，开始点一些超老的歌，香港暖，香港恋情，我还真的会唱。我真的不会。台香港暖情，我爱着你，香港暖情，不敢放袂记，只有你。哎，我们来唱个花香好不好？好。花香是那个谁？有点像那个谁，那个谁？许绍洋，对，许绍洋。许绍洋的歌，以前那个薰衣草森林，不是吧？薰衣草，薰衣草，薰衣草，花香。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你的黑夜是阳光，难过的人围着，红色的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欸，你唱得太老了，他说不要再欺负听不懂的孩子嘛，就是很多人真的太老吗？难怪 IG 一直跑掉，因为太老了，是不是？FB 一直增加，因为太老了。啊，如果你可以唱在婚礼唱的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那个这个是这个谢和弦的歌。谢谢你爱我，因为你爱我，让我有这阵的梦。容祖儿，嘿，超老，这首是容祖儿的《谢谢你爱我》欸。你知道李贝以前的偶像是那个谢霆锋？哎，对，对不对？那时候我都唱《谢谢你的爱》1999给他听，嗯，你还记得？大家知道吗？现在已经2018了，那时候是《谢谢你的爱》1999。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心碎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哎，他好老哦。因为爱所以爱，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旧伤口一直缠着我，一直不让我走，像多年的朋友。哎，人体点唱机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新歌？新歌也会呢。不要再唱了啦。281公里，281公里。281公里的路口，我向前走。极速，还有这一届的极速哦！妈耶，依在你家一千贵招条，让唱这一届极速嘞。要为头摇摆，飘去境界，发生一声只剩一秒比方大。阿姐，双头龙拿出来敲。万我盖，万人膜拜，赞颂我的伟大。好，我觉得这个唱下去真的会一直掉。胎教不太好。哦，胎教不好。胎教不太好。对 对, 對，没有啊，胎教不太好。哎呦，这个我们的阿杰点了。再会啦，再会啦，心爱无的那人，这是施文斌的歌。再会啦，心爱无的那人，啦啦啦啦，无彩钢。那一夜风就是就会回来一下，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了吧？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浩哥，对啊，欸，大家都出现，浩哥很忙哦。
我们团员都出现了呢。没有啦，浩哥这个比较忙、啊，比较忙。对，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啊的这个经济重责大任在他身上，他要多接点业配嘛，不然我们才能够经营我们。对啊，我们很久没练团了，那练团是很贵、欸。对啊，看他多接点业配，不然我们靠他接点业配，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团。直播四十分钟，我们这么四十分钟这么久了。对啊，不然 IG 是最多一小时嘛。哦，是啊。好了，不然就唱完嘛，好不好？就唱完。你有考虑过人家想看吗？没关系啊，想睡就去睡啦，好不好？想听歌的，想听哪赛还早嘛，十点多而已嘛。昨天马叔又播到十一点，靠不意思啊！啊，边洗澡边看。对啊，那个阿杰我边大便边看完。哦，现在又开始点过了，新电心呢、欸？什么东西啊？王心凌的新电心啊！点的新电心，点的新电心，好难不在意，不在那几公里，是不是？哎、欸，浩哥来了。哎、欸，浩哥来了。浩哥出现了。你偷讲人家坏话就被发现。那个他说跟李贝唱《千年之恋》，不要害我。海风一直天天着沙。那个、哎，我们这个是老公寓啦，隔音不太好。你却错过我的脸颊。等下被检举、欸。小声一点，小声一点。新电心是一首歌吗？新电心啊。新电哦，新电新电心，没事，新电心啊、哦。嗯，还有人点什么？如果有如果是谁的歌啊？如果有如果，炒饭加虾仁，炒饭加虾仁呢、欸？我们真的是自创曲呢啊、哦嗯！炒饭加虾仁怎么唱？七月半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怎么来呢？这首歌是因为前面大家那。两个礼拜前嘛，大家不都在，对，自创曲嘛、嗯，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一个综合的，综合的。我、哦、靠腰哦，黑阿福会刮哦，啊拍谁啊？啊拍谁？多黑屌丝阿福会刮，啊拍谁拍谁？哦，团长夫人拍谁拍谁？啊拍谁拍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哦。原来是如果的如果的部分啊、哦、，OK OK 啊，这尴尬一波，尴尬一波啊、哦、这个原来是永远不是张泰山啊、哦、，OK OK， 好好的，啊，团长夫人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真是太糟糕，真的是啊，嫂子卖饺子实在好吃哎、欸，嘴里面卖个是饺子，心里面想的是汉子，实在好吃哎、欸、啊、哦，带来这一首啊、哦，不好意思啊哈。大家点播，对，不能骂脏话，不能骂脏话，对，对，要胎教，胎教。那你那么大声，那以后小孩子出来也会啪啪。对啊，以后小孩子刚生出来，啊，大哥，靠背啊，不要戳我头，一直戳我头，好烦。听得懂啊，听得懂啊，听不懂就算了哈。好了，他们要点播《超级猪头》，陈志浩做《下一站幸福》。哇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马叔叔，马叔叔超贴心的，他在帮你把歌词弄上去。马叔叔超贴心。我要听蜡笔小新版的《Marry Me》。蜡笔小新版的《Marry Me》，马叔叔点播蜡笔。每分每秒，每个都是你的起点。傻小啊！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一辈子一场梦。这边有张卫健的粉丝哦，一辈子一场梦，不会了，那时候是《鹿鼎记》的那个片头还片尾对吧？哇塞，厉害啦，好多、哦、哇，好多、哦，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哎、欸，王杰，其实我也蛮会模仿王杰的，你什么都会，我会我会我真的会，王杰。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有没有？没有那个梦？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对面的那边都在摇头。哎，七龙珠的歌，你好五六七八，你好五六七八，十八谢谢炒饭好吃，你也会呢，真的。这个礼拜每个礼拜都陪我看七龙珠的卡通，所以他也会唱，厉害厉害。泰国情歌，这好难哦。泰国情歌好难哦。你不是人体点唱机吗？哦，可以，可以点唱会，可以点唱机会。你是我心中最帅萌萌的女孩，要给你 rock 的包代表我的爱，对你去还不买，你想买的我都会买，买完了就去疯了，拜拜。好厉害吧，是不是厉害，很厉害吧，人体点唱机。青苹果乐园，我还会跳嘞，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Don't you know 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是不是？我以前真的是表演过的。大家去搜寻蔡阿嘎，然后青苹果乐园，真的有影片。真的有。后空翻，好好说后空翻。后空翻是没问题的啦，现在就放给大家看，一二三，是不是 OK 的嘛？哎、欸，我们团员都在点一些老歌呢，青春不要留白是。阿姐很泄露年纪，阿姐太老了，阿姐青春不要留白，轻轻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走出户外，散发你的光彩，阳光也叫我不要再等待，一起美丽摇摆。哎，很会唱哎。二伯问号。哦，原来有头转呢，吼，没问题，没问题，头转一下。嗯，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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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十分钟的恋爱。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会，都会这样。把悲伤留给自己，太简单了。陈升大哥的歌。你到底为什么会？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哎，有要孕吐的感觉，是不是？我一唱歌你就想孕吐啊！全都不舒服，不舒服。宝宝不想听，对，宝宝不想听。宝宝想听。雪中月圆，云中月圆呐、啊，我会唱王思贤的歌。魂丢丢的你，提起花香水，一首情歌，我会送给你。无论海誓言打，哒啦啦啦啦，是不是那个意难忘的歌嘛？会，有人点滴答滴哦，滴答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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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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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有这个人点这个举光原地的片头，什么东西？举光原地，大家在看举光日的时候，都跟片头有没有？是男人应该就会唱，对不对？偏偏我是替代哎呀啊我不会啊替代不会唱举光原地，我们有替代一之歌啊，现场有没有替代一不是男人的朋友哎、欸、替代一之歌，钟汉也替代一，我们只会唱替代一之歌。Go,
Come on, one night and they say, down down down, one night and they say。哎，不错不错，哎哎，不错不错，好好，我们下一次练这一首。马术 solo，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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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不错不错，好玩。有人想听替代一支歌吗？替代一青年的梦想曲。有哎，我们这边有替代的朋友哎，黄胜志。替代一青年们梦想起飞，爱心大于一切，胜于一切，用心苦着呢呢呢，真正打造新世界，是不是很蠢？对，我们在成功营的时候就在唱这首歌，然后呢还要编舞，然后比赛，啊、蠢毙了！哦，原点给我你的爱啊，给我的是 Tank 的歌哎。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你给我你的爱，手拉着手不放开，是不是？超级猪头，超级猪头，邓福如，啊、靠腰，哎、欸，我都不太会唱阿福的歌呢，完蛋了，糗了。好了，我们就请阿福来唱啊，好不好？阿福。不要撞了啦！啊，在哪？阿福今天来到现场呢？为什么阿福会在你家？不是啊，怎样？朋友七没关系，一次两次 OK 啦。阿福来啦！为什么会在这？来啦，阿福！阿福真的在现场，大家不信？来来来来，真的啦！在哪里啦？好烦呢、喔，好烦呢、喔！快啦，阿福！快来快来，不要客气啦！快点啊！阿福来了！嗨，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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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钟汉的女朋友啦！阿福这里的 IG 跟大家 IG 的朋友打个招呼，嗨，这是阿福。你呢？我不是。你也叫阿福啊？是阿福啊，对不对？洪家福啊，洪家福，阿福，啊，谢谢阿福。哎、欸，钟汉的女朋友，我们钟汉也要结婚了哈、哦。我们钟汉这个今年要结婚了，是的。浩哥头顶绿光，带来这一首《绿光》送给浩浩。期待这夜传奇的印象情。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苍茫山林，苍茫山区啊，绿光在哪里？好，有没有？最后大家看 MV 吗？绿光在哪里？最后踢踏舞的 ending， 绿光在哪里？浩哥的头顶，好烦哦。浩哥应该去睡觉了啦，哈、啊。对对对，没问题的。对。哇，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已经52分了，你要不要冷让大家冷静一下？哎、欸，对，已经52分了。对，我们应该要直播最长的哦，已经是快1小时。哎、欸，谢谢大家、哦、看到现在。不是这个跟那个 KTV 包厢一样，嗯、1小时不够啊，吓死啦！哎呦，我要睡觉了。1小时不过瘾啊。哎、欸，睡觉了。对对，晚安曲。那带来一首。比较适合入眠的歌啦。对对对，大家看完要去睡覺。对，看完就是哎、欸、舒服，睡个觉，开心，对，很温馨的一个结尾，好不好？嗯。带这首五月天的尬掐。好烦。有人点尬掐，上面有人尬掐，有点尬掐。我觉得五月天尬掐，我们7月半可以练一下，还蛮嗨的。嗯。哦，那你先练手机高叫。手机高叫一定会练的啦。啊，咱是手机按钮啊嘞，开玩笑的啦，哎呦，好烦哦、对啊，带头做尬掐，尬掐，最近来尬掐，最近来尬掐，不管伊警察在了，不管伊爸母在嘛，只要我一念吹落，无人会当教我教你教我上紧上怕上大。很适合入眠的一首歌，谢谢大家。哎呦，那接下来应该要、啊、那个离开地球表面一下。为什么？啊，适合啊。哦。适合就是接在尬家后面。好。哎呦，对对对，这个专业。情歌王。这个装草莓点古巨基的情歌王专业。KTV 最后一首就是要点情歌王。这样很划算。对，超长的，大家专业。啊，但是不唱了，好不好？因为唱完真的是12点了哦，差西凉差西凉。
邻居不会投诉啊，他们习惯了啦，他们习惯了，没关系的。乱讲。欸、真的，我们下次就练曲奇国教了啦。嗯。哦。哎、欸，刚才有人点这个 IG 这边点，听见下雨的声音。嗯。不错啦，因为最近下雨天嘛，又很冷，再来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心语说爱情，热恋的时候最热情，握不住一切没约定。哎，我忘词王了呀。不错不错不错，有人说我是你隔壁邻居，卖 gay 啊！我隔壁邻居不姓张啊，我隔壁邻居姓刘。你怎么知道？啊，楼上的姓焦。焦吗？焦张选的姓焦啊，焦仁和真的啊，焦仁和他爸啊，哦、就姓焦啊。啊，楼上姓焦不行啊，奇怪呢。你可以不要这样子诋毁邻居。还要点呢、欸，还在点呢、欸，哎、欸，阿姐点那个槟榔西施，这个真的不会，不知道，因为阿姐平常在吃槟榔，我是没有啊。你不要乱讲。东欧北贡，好吧，我们这个七月半真的是今年会有很多的新作品跟大家分享，嗯，对，然后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在现场表演给大家看，好不好？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你终于要回到七月半了。对，我们回到七月半了。有人说转得有点硬呢，哈，蛮硬的，蛮硬的。好的，那接下来就再带来八首歌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了。大家想睡可以先去睡。啊，大家想睡可以睡，我们就到归零，好不好？啊，什么？我们来玩个游戏，就是直播到归零，我们就结束。是什么东西？线上人数归零，没人看。归零，好不好？可以啦。可是我怕我睡着。零高归零高嘛，小声一点。叮当小叮归小。我看没有什么我想唱的歌，当最后一首。有人说想要看吞麦克风呢、欸，哦，没问题啊。哇，好恶、喔，好恶、喔。为什么大半夜在那边看？哎、欸，人变多呢、欸，大家都不用睡嘞、欸。他说李贝看起来想睡觉，我们要看那个我们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看有没有双头龙。双头龙有了，刚唱啦，快使用双头龙！哦哦哦哦，快使用双头龙！哦哦哦哦，好烦呐、啊！哎、欸，那个双头龙买好了，阿姐，好不好？期待下次。啊，OK OK。原来是双头龙的部分啊！双头龙只要买一只就够了，因为有双头啊。OK OK。曾经疯狂是那个啊，那个灭火器写给峰哥的歌啊。哦。我会一直的站在前方，红色的红头，你的门法 ，Goodbye Goodbye， 的的的疯狂啊之类的哈、啊。哇，原点永远不回头哎、欸！天哪、啊，最后最后真的来一首适合黄安哦，买每个人唱黄安的、啊、干。这边在 FB 在点宪哥的歌啊 ，IG 在点黄安的歌。对，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他们是不合的吗？他们是仇人呢、欸，他们是仇人呢、欸，哦，厉害嘞、欸！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献给，好像没有太适合，太适合当成 ending 的那首歌呢。好了，我发现有一首歌大家很常点，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希望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大家都可以想起七月半，好不好？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想起你，不要想起我就太恶心了，好不好？想想阿姐，想想马叔叔，想想哈哈。那我跟蔡哥没关系，好不好？你干嘛拖蔡哥下水啊？姓蔡的嘛，啊，我们不是颜值担当啊，没关系 ，OK， 我们拍手担当 ，OK OK， 原来是拍手担当的部分啊 ，OK OK。蔡哥不理你。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纵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得两端的猜测。哎呀，厉害啦！希望这个在这首歌啊，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非常的开心。在这样的夜晚，千万不要想起我啊！大家可以想想可乐果，谢谢。好烦。哦，算业配可乐果 是？想想可乐果。大家记得这个广告吗？好不好？记得哈、哦。现在九年级的朋友应该不知道。对，有人说听完直接做噩梦一波 ，OK 的，没问题的。对了，好了，我们熟龄说赶快让二伯休息了。好了，没问题，我们要去忙了。忙什么？第二胎啊，哦，对不对？哎、欸，现在搞不好弄弄变双胞胎哦，是这样吗？对，你不知道，就刚好，哎、欸、哎，精子又跑进，哎、欸，双胞胎、欸，厉害哦，哦，厉害，期待啊，期待。我们做咖皮脉化的实验，看这个怀孕的过程中啊，如果再弄完弄，会不会变双胞胎？不会啊，真的吗？不会吧？会，傻傻的，你不知道哦，原来是业配。双胞胎的部分啊 ，OK， 好啦，我们也直播超久了，这边已经超过一小时了啊、哦，谢谢谢谢啊、哦，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那明天这个是 ending 是我们的蔡哥，加油啦，好不好，蔡哥？这礼拜道歉是用投票，投票，对，这礼拜道歉是投票了哈、哦，我唱的这么用心，应该是不需要投票了，嗯，很吵哎、欸，他很开心，你看听那么多歌，值回票价。跟这个 KKBOX 差不多，嗯、那种 KKBOX 演唱会、欸、，KKBOX 好像 KKBOX 啊啊 ，Starbucks 啊啊 ，Starbucks 啊，KKBOX 啊啊，OK OK 啊、哦，这个礼拜六投票啊、哦，投票看谁是出来道歉的，是今这个礼拜是用投票的方式啊、哦，好、嗯哦、拜托拜托，我们想投给谁？嗯、我们。团员感情很好的，你不用这样挑拨离间、哦，好不好？我绝对弄阿杰啦哈！剩阿杰还没投票而已啦，好不好？大家这个一人一赞支持阿杰出来面对，阿杰出来投票啊，不，阿杰出来道歉，阿杰出来下跪。哦，这礼拜一定要轮到阿杰啦，好不好？啊、哦、，OK OK。那这个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为止啦。嗯，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明天见。好烦哦。啊，礼拜天不要见哦。哦，礼拜天我不想看到大家。下礼拜四。对，下礼拜四，我这礼拜天不想看到大家，下礼拜四再见。我他妈礼拜天看到大家就是道歉了啊、哦！不会不会不会，好不好？大家这个明天是蔡哥，然后礼拜天是看阿杰，好吧？大家可以锁定我们七月半的各大平台，都是拜拜，大家晚安啊、哦，拜拜啊，唔汤唔汤 ，OK OK 啊、哦，啊、哦、阿杰啊、哦，加油加油，大家 OK， 拜拜拜拜，晚安晚安。IG 的先拜拜啊、哦！是那边那边。哦 ，IG 哎，拜拜拜拜。哎，对，给、欸、IG 的已经结束了哈、哦，那 Facebook 这个 Facebook 这边我们就继续再直播两小时了啊！来，小明什么歌 ？FB 的各位。IG 最多一个小时啊、哦！厉害厉害了啊、哦！好、哦，拜拜拜拜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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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每一个人的拜拜方式跟大家拜拜。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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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蔡哥的蔡哥的，拜拜。还有啊，马叔叔的马叔叔的 ，OK 啊、哦，拜拜。嗯嗯，对，这种猥亵感。嗯，拜拜拜拜，嗯 ，OK 阿姐的阿姐的，阿姐我不会。阿姐通常在，因为她都自拍，所以她离很近。好了，嗯 ，OK， 哦，好、啊，拜拜拜拜，好不好？拜拜，好不好？嗯，拜拜拜拜。嗯，啵啵，她也会学，她也会学啵啵。嗯，啵啵啵啵啵啵。啊，你的嘞？阿高的、哦，阿高的就是，哎、欸，感谢收看，好厉害喽！啊，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很吵很吵的结尾啊，拜拜。不不不不不不。